干嘛？手链呢？手环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的。台湾女团 Twinkle 成员可卿平安夜被男友求婚成功，甜蜜写下 I say yes， 吸引大批网友祝福。她四日也在社群平台分享求婚影片，原来男友是假借交换礼物名义将钻戒藏在盒子中送出。手链呢？手环。你干嘛？我也不知道。你是感动到哭，还是这礼物太烂？不知道。左手是哪一招？你看，是这样，应该是你的名字才对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的，这可以吗？这个价值，这五百元的，有搭配要说什么吗？有下跪吗？看你要不要？要啊。好看吗？嗯。还是你是希望是四月份的是四月份的杯子。